将携手送上歌舞表演。演出还没开始，热巴就在后台怼起罗志祥来了。一季节目录制下来，萝莉组合早就熟络了不少，平时两个人就爱开开玩笑，真到认真起来的时候，迪丽热巴和罗志祥也时刻展现出默契。那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你在那个演唱会你要跳什么舞蹈吗？我跳舞，我也跳舞。我唱歌，我也唱歌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学人家？我在唱歌，我在学人家，错了，我的词儿错了。学你。除了成员们之间的相互合作，这次的演唱会还要